皮影戏被称为是最古老的电影，那它是利用灯光、皮偶还有我们的影窗去呈现一个光影的戏剧。其实早期呢，它是在东收的之后的一个娱乐，那后来呢，到了庙会的酬神庆典，那全盛时期呢，还有进到所谓的那个戏院去演出。传统皮影戏偶呢，它是用牛皮制作，那它需要经过我们的描图，然后雕刻、着色，到最后组装可以完成的一只牛皮的皮影戏偶。做一只皮影戏偶呢，要5到8天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呢，找到了一个比较快速的材质，就是塑胶的透明片。那我们只要在透明片上面着上颜色，然后呢，用剪刀可以就把它剪下来，最后组装起来就可以变成一只演故事的人物角色。那做这样的一只戏偶，只要2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这个剧团呢，早期是在由我爸爸在民国82年的时候，那他为了要推广这个皮影戏文化而成立了这样一个剧团。那当时候呢，成立这个剧团的用意也是让有兴趣的人想要一起加入这样一个皮影戏团的去做演出。因为我爸爸本身是彰化人，那但是呢，长期都在台北工作。那因为他在30-40岁的时候，他为了找寻他小时候6岁的记忆，因为6岁的时候呢，他记得他在我们的家乡的赛谷场上，看到了一次皮影戏的演出。那他说，他来北部工作这么久，为什么看不到皮影戏？所以辗转的找了很多资料，得到讯息，就找到了高雄。那高雄刚好呢，在83年有皮影馆的成立。那也刚好在招收那个学员，那他就这样一投入了去报名去学习。那他既然在北部又不知道，他想说哇，那如果在北部推广的话，那一定很有趣，所以他毅然而然就把这个皮影戏带进了北部这边来。早期皮影戏呢，不管在材质制作啦，或是语言的部分，那语言是最大的，因为皮影戏呢，它就是用闽南话去讲。那北部的小朋友都听无台语，所以呢，你要用台语要来讲，啊，叫伊看戏，那是无可能。所以我们爸爸的想法就是说，用那个现代的故事书里面的，像说啊三只小猪啦，那个小红帽啊这些故事，让他们比较有共鸣，而引起这样的兴趣去学习皮影戏。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传统艺术都要透过教育，因为教育才会让人了解说，哇，原来这个传统艺术里面的精髓是什么？那怎么样去让它永续的发展？要透过教育，但因为也让小朋友认识说，哦，原来是叫皮影戏。等到他可能长大了5年、20年之后嘞，长大之后嘞，他可能我们有皮影戏的演出，他会想说，哇，这小时候我可能有演过，我也会演。那现在在演了，我赶快去怎么样买票去看啊，或是他有公演的时候，我也去可以带着他的孩子去看。那这样才会有一个传承的延续，不然呢，像将近现在将近30年到40年这些中间的空档，没有办法有办法去填补，所以我们现在剧团就是在做这样的，去把它连接起来，让小朋友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皮影戏。我们剧团有推出皮影戏的体验活动，那这个活动非常丰富，那时间也蛮短的，2.5小时，他可以看到戏，然后也可以玩到戏偶，那甚至于可以摸到真的皮影戏偶，然后玩了以后，中间还可以制作一个戏偶，让你自己带回家。这3年，我们从澳门开始，到了香港，然后去年去了英国爱丁堡演出。那我希望说之后能再去土耳其艺术节去演出一个更多的偶戏，让人家知道说我们台湾的皮影戏不只是单单的台湾传统皮影戏，能融入更多的现代的元素在里面，包含戏偶，包含音乐，然后还包含这个舞台，让观众可以体验到最新的这皮影戏会让人家为之一亮的感觉。